啊，首发依然是双方没有调整出场顺序，还是选择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么一个模式。雅典娜对阿登的托里博加德啊，来自饿狼传说的第一打手特瑞伯格啊，又是一个空中的能量大灌篮确认。那这里是把雅典娜直接推倒，雅典娜已经丢了，现在对方又上了一个更亮啊更猛的布置火舞，谢谢春江水奶的小心心支持。无规则啊，无规则就是能把对方打死，谁先赢10分谁就获得比赛胜利了。好，这里张同学没有选择确认大招，可惜了。阿登现在有气，反杯一次进板边，再逃倒一贴，连气都省了。欢迎爱戴上海风雨季朋友，晚上好！感谢焦字的好运支持，谢谢白开98的101个大西瓜。欢迎河洛儿郎加入咱们6994名组合成员了。有13、14的没有？没有。14如果有大型比赛，我也会播啊，但是很少了。点击关注吧，等以后有如果有那种14的比赛啊，我也会做一个转播啊。你爱的上海风雨季的炸弹。好了，咱们来看接下来比赛吧。张同学又被逼到了绝地，那现在对方一罐半血来占张同学的八哥的血量，还不错哦。给法海的激光，大家不要攻血手，不要喷血手，什么人品啊，不人品的，大家就好好看比赛好了。来第一天就关注我，好感谢支持，欢迎海子轻松的泪的粉团支持，加入咱们的270名粉团上面啊！感谢闹哥的爱心支持，谢谢闹闹。如果你喜欢灯神的话，可以给灯神点个赞啊！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团。欢迎向天冲啊，不畏谁停留的我。还是因为累啊，感谢你的小心心啊，怎么总是灯神赢啊？这个有这个能力吗？对不对啊？发挥的好啊。卡顿的朋友退一下重新进啊，退一下重新进啊。好了，终于利用自己的雅典娜拿下了对方的首发特瑞啊。这个特瑞对张艺希造成了不小的一个困扰。好了，一个非常能叫的妹子啊出来了，就是这个张雨绮用的这个防空用雅典娜。感谢上海风雨季的大西瓜啊，欢迎925，欢迎休假啊，晚上好925，欢迎休假啊，晚上好。感谢看天牛的大西瓜，欢迎炮杀啊，欢迎不能孤芳自赏。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好朋友们回到直播间捧场支持。一 PK 就有人刷西瓜，几个意思 ？PK 的时候大家都不要刷西瓜了啊。好吧，因为你刷西瓜会挡住后面啊想上分支持的朋友，会影响他的一个偷塔的一个判断。
这个小超哥的男觉得张同学这个病能够赢刷个六，觉得真实能赢，大家可以刷一个九啊。好了，这里是利用血量优势给对方造成一个相杀的伤害，凉了。欢迎宝龙族毕哥，感谢老炮喜欢。砍的朋友退一下，重新进，退一下，重新进啊！欢迎小一家的我老婆，你好。红中，然后我直接再次确认了取消出来，结果比分达到了4-1，因为他对阿登这个模式啊，感觉还是没有找到最好的一个对策来。感谢小火箭的点亮，谢谢杠一闪一闪杠军的打西瓜。欢迎风寒星雨，欢迎绝毒宠，你好，欢迎我累了。不是吧？还有机会。怎么能在这时候出指令头呢？这有点太赌的意思了。哎，1818队友人兄弟回来了，晚上OK， 咱们来看看第三场比赛。这里的对方是2-1，接近一管半的血量，面对灯神的半管血，而他怎么整？还有50秒，来得及，不慌。我擦，这个危险！1-4变。谢谢杜永文的小心心啊！还有一小时，大家晚上。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98C 的高手对决，这场比赛呢是一场抢食未得，张同学的麻弓雅典娜看来这局又抓到一套死的机会了。灯神的首发还是一如既往选择了特瑞啊，选择别的角色打他们也不好使啊，也不好使。
欢迎小老婆啊，欢迎透过在跑。卡吗？你们看卡吗？哇哇哦，一条二了吗？就剩这一个轻腿的血量，叶莲娜。好，阿当这里受了一个瘦身，准备被他抓到。哇，又凉了。关键时刻你就不能防守一下吗？对吧？打一个防守反击战术啊，多好！进来小伙伴啊，还没有关注过咱们这个直播间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团啊。小卡呀，感谢默默的好运支持，谢谢。感谢清晨的抖音啊。欢迎伪装者加入咱们的6995名粉丝成员了。哪位兄弟想排6996啊？两边都六，中间都是九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。欢迎清冷的加菲猫啊！感谢晴天的抖音，也运天下的粉花。欢迎情书加入咱们的6996名粉团成员，6996了。今天晚上能到7000啊？能到7000吧？阿登独立弹出来了，永远只能到一波。欢迎情书加入咱们的6996名粉团成员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主播还可以啊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粉丝团，卡个牌子。现在比赛是张同学，哎呀 ，AB， 我操，这个阿汤我就死，真的冤啊！